除了今天，其他都受洗了哦。今天有家人来陪伴，好 ，OK。我们今天在座有三位要受洗的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同真的是感谢上帝。真的，一个人受洗后面一定很多故事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要受洗，他后面一定有很多的祷告。相信每一个人都跟他们是有份的，真是为他们祷告。好，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每一个人都去跟受洗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欢迎你进入神的家庭，你已经得自由了。感谢神哦，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因为上帝的爱，因为上帝钉死在十字架的救恩，让我们得自由。真的是赞美主，我们一起真的是向神来大大的感谢，我们来大大的张口感谢他，让我们是被拣选的。真的是有充满感谢，充满感恩哦。大家的热情不断，真的感谢神。好，我们陆陆续回到位置，这时候我们要最最大大的感谢要献给神，因为只有神能做这件事情。一个人受洗，只有神能够做工。我们做光做撒种的工作，但收割在上帝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被拣选的族类，来感谢神对我们的拣选。
过黑暗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人生的黑暗一定不一样。但是我们想想看啊，我曾经看过那个电影里面，每次那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，他们第一次踏出那个监狱被释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很想呼吸的是什么？新鲜的空气，那个感受是完全得着自由。我们进入神的国也是这样，能够认识上帝，成为神国的子民也是这样。我们可以脱去一切的捆绑，脱去一切的罪，脱去一些那些缠累你的罪。那个过去的人生已经走了，可是现在进来的是上帝的爱，是上帝满满的祝福。我们再来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用感谢的心，用感恩的心来宣告，在你里面已经有不一样的人生，在你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神的自由在里面，所以你更自由的来释放着的唱歌，认识这位上帝真的非常的好。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于神的子民，你要宣扬他的美德，他求你们离开黑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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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入他奇妙光中，进入他奇妙光中。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来宣扬他的美德，因他呼召你离开黑暗，离开黑暗，离开黑暗，进入大奇妙光中，进入大奇妙光中。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来宣扬他的美德，因他呼召你脱离捆绑，脱离捆绑。离开黑暗，离开黑暗，进入他奇妙光中，进入他奇妙光中。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来宣扬他的美德，因他呼召你脱离捆绑，脱离捆绑，脱离捆绑，捆绑，进入他奇妙光中，进入。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更大声的来宣告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让我们唱哈利路亚，来宣扬他的美德。离开呼召你，离开黑暗，离开黑暗，离开黑暗。奇妙光中，进入自由中，进入自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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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入他奇妙光中，进入他奇妙光中，进入自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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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随耶稣，无论在何地方，我愿跟随主，跟随跟随，我愿跟随
跟耶稣，无论何处主领我，我愿跟随，跟随，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在何地方，我愿跟随主，跟随，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何处主领我，我愿跟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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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在何地方，我愿跟随主，跟随。无论在何地方，我愿跟随主，跟随，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何处主领我，我愿跟随，无论何处，无论何处主领我，我愿跟随，无论何处主领我，我愿跟随。哈利路亚，跟随我，主领我，我愿再一次用你的口来向。
身永不偏离。这时候我们真是来做一个祷告，不仅为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要持守一个真道，那是更需要花上代价的。我们真的是来为这些受洗的，他们是一生永不跟随耶稣永不离开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。是的，相信耶稣的人不是不会遇见困难。我们受洗后不代表我们未来不会遇见困难，不会遇见高山，不会遇见低谷。但是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确据，就是你里面的力量不一样，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经过许多的高山，能够通过许多的考验。因为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是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一同同行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向上帝来回应。弟兄姐妹请坐。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无止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不灰心，不伤感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引领我的呼救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是唯一的盾牌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声宣告一声好主的声。从头来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。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，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不灰心，不伤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引领我的呼召。
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是为你盾牌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一生不灰心不丧胆，不灰心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引领我的呼吸，向他抬起头来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四围的轮胎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一生不灰心不丧胆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，不灰心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引领我的呼求，向他抬起头来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是为你轮牌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一生同。我要抬起头，你抬起头来，向这位神来宣告，他已经除去你的卑贱的事，如今带你进入自由。荣耀君王，我是为你轮牌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你先跑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是为你盾牌，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。再来，更有信心的举起我们的手，打开我们的心，在神的面前说，是的，这是我一生的决定，我一生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一生那得胜的确据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，大声宣告，大声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。大声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把一切的荣耀爱戴归给我们的神，这位荣耀的大君王，得胜的大君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是荣耀的大君王，是你自己用你大能的膀臂救拔我们，脱离一切的捆绑，脱离一切的黑暗，脱离一切的咒诅，脱离那死亡阴间的权势。今天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一份极大的恩典，是他自己用他的慈神爱所引领我们来认识他，引领我们一生
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前进，引领我们一生不再是活在那个咒诅、那个贫穷、那个瑕疵的里面，乃是在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盼望、神的自由、神的荣耀的里面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为这份恩典来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也奉耶稣的名来宣告，真的，当我认识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进入到一个得胜的行列的里面，我就进入到一个得胜的国度的里面。我一生可以向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软弱、任何的黑暗、任何的罪恶宣告我得胜，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是你自己的爱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认识你，可以来经历你，可以在你的救恩的里面，在你的荣耀、在你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不断的往前行。主要是你自己，主要是你自己，主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成为我们的山寨，成为我们的高台。主啊，不管我们在高处、在低处、在白昼、在黑夜，我们知道你这位爱我们的神、与我们同在的主。主啊，真的，哦，主啊，每一个时刻，主啊，你伸出你的恩手，哦，主啊，真的不断的来牵引我们，用你大能膀臂就把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脱离一切的瑕疵，脱离一切的软弱，脱离一切的贫穷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视为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诗歌。哦，主啊，你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。主啊，使我们，哦，主啊，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大能抬起头来，在每一个时刻，哦，主啊，我们，哦，主啊，能够，哦，主啊，真的昂首，哦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昂首向仇敌唱那得胜的凯歌，是因为你是永远得胜的大君王。主啊，我们这一群属乎你的儿女、属乎你的百姓，哦，主啊，就能够，哦，主啊，在每一个困境的里面，哦，主啊，仍然靠主。